那我手上还跟他画东西。不要多说了，我今天是没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。有很多钱可以花，要清晰，不是，成
恭喜大家，希望大家以后都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问问大家这个考一考试，这个斑马爱上了小鹿，真的准备很笑的伤心就问小鹿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拒绝我追求？小鹿说：“我妈说的，这个身上有这个纹身的都不是好男生。”哎，为什么？熊猫爱上了小象，展开热烈追求。如果这个小象也不接受他的追求，这个熊猫也问小象：“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追求？”小象说：“我妈说的，这个戴黑眼镜的不是好男生。”蜘蛛爱上了小鸭，展开热烈追求，小鸭也不接受。蜘蛛的奇怪，哎，问小鸭：“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追求啊？”小鸭说：“谁知道他说什么？”小鸭说：“我妈说的，一天到晚待在网上的都不是好男生。”语力。